天是铁道自行车，我们第三次了，应该。好。第五次啊。第五次。嗯。来上去快！四位带个章，来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谢谢。大纲有个杆子，可以调整你前后距离的位置。好。那我呢？现在来。已经要准备开始骑了，我们按照顺序，就是前面开始到后面，这里是工作人员的位置。哎，对嘞，工作人员这一台不一样哈。来，不好意思，帮我往前走一点哦。我今天要挑战全程自己踩。爸爸都不踩哦。好，要是我看到你偷踩，我不踩不帮你偷踩。要是如果你有偷踩的话，下来要打。那个，我们黄色的来。8.98。今天主要是要做什么？来骑的，来挑战的。挑战全程自己骑。爸爸不骑是不是？包包。爸爸不骑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你自己说的啊。我要骑了没啊？骑了，来 go。好，给你了。对啊，好顺啊。这样可以哈。来，小心刹车，把手抬低点。好，这边多一个那个，下车的地方多了遮雨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刹得好。请问你有受过专业的刹车训练吗？没有，随便刹的，我也没有驾照。是啊。骑不动要跟爸爸讲了，爸爸再踩，好不好？我骑啊，那个都行啊。因为前面很慢啊。四号选手林林，目前自己依然轻松地踩着他的步伐。八一三，哎呀，好会八八八的小朋友，哎呀，妹妹后面也在八了，嗯，骑呀骑呀骑，小朋友应该骑左边，坐左边的对不对？才可以八八八，对不对？你那里也有吧？是啊。前面就踩踩停停的，所以坐后面比较好。我前面太慢了。龙龙教会，以前很多人来拍这间教会的，不过它的十字架好像不见了。好，滨海岸对面拍进来。可以拍到他的十字架，不过他的十字架，教会十字架好像没有看到。先帮我签下来。不行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先帮我签下。哦，好，这边有点超会搭的鼻哈。现在来到的是象鼻炎、豆腐炎跟牙齿炎，这是牙齿吧？妈妈，那是什么草？啊？细卡的啊？那南部呢？看来还是要我帮忙，对不对？
后面比较平的时候再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的时候。今天有点上坡了，所以小朋友还是不行。不过基本上自己会骑来这已经很厉害了。我们再看，哇，这是彩虹吗？红橙黄绿蓝靛紫。来，好，哎，大师，哎呦，小心哦，有没有撞到？哇，前面都很慢，有没有看到？一整排的好漂亮啊、哦！一整排的停到自行车都被那个有一台卡住了，对，这样子排在前排很漂亮。哎，昨天有人在晒被单。妈妈说叫上桥，要捉老鹰。哦哟，前面那堵草，我都想到铁轨上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来到漂亮的海岸线，其实字也都看不太清楚了，这些什么字？太多了，如果累了就看海，总有些烦恼会变得渺小，变得渺小。看海是好漂亮的，哎，有新的东西喽，哪个新的东西？左边又好像又有字还是什么的。这是假花吧？这是玫，这看它做的很像玫瑰花，应该是假的吧？花瓣啊？花瓣里面还有虫在那边喜欢。没有吧？这应该就假花吧？这只是假的，这是假花。假花，对啊。这只是竟然是吸管。吸管放在这里。啊！蚕、啊，好像有只蚕没有拍到。我有看到蚕说，现在爸爸来接好了。猫咪在叫我。猫咪，什么事？哇！第一次进隧道里面，前面还有车的。好像换了哈，好像真的没有金鱼跟水母了。它的里面的那个灯变了哈，
还没有戒指呢。哇，看看上面的灯串了。大象的豆腐的，你那边也是石头的吗？石头君吗？你们平常这边有比打网球累吗？没有。网球比较累。对啊，所以说我觉得你练网球已经练了两个礼拜了，应该是可以自己骑台球。好吧，它那个另外一个很像牙齿，应该是石头君。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？芋头君。看一下芋头君。三次，哎呀，三个好。好，等妈妈过来。幸好我有请妈妈。这边可以。再往前呢？小可爱。小可爱，小小可爱，小可爱。给你看这个下面的。我知道，有石头君、豆腐君、大象君。顺便姐帮我按个赞，还有在订阅我一些小小铃铛，可以收起你的关注，了解留言和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再讲一次来。嗨。你要怎么回去？爸爸走路啊。外面今天好玩吗？车子哎、欸。
来，叫我走路回去，对不对？小豪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